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到如何用正确的姿势跑步。使用正确的姿势和步幅跑步，可以让您跑得更加轻松，并且避免可能的损伤。现在，我们将跑步的姿势分为三步来进行讲解：着地、支撑、前进。第一步，着地。这一步是让脚跟与地面接触的动作。脚应该与身体在一条直线上对齐，同时保持抬头挺胸，手臂弯曲。第二步，支撑。落地的脚在脚后跟着地后微微弯曲，支撑身体的重量，此时脚掌着地紧贴地面，让身体的重心转移到支撑脚上，骨盆应与肩膀在一条线上。在跑动时，脚从骨盆的前方移到后方，在用脚掌支撑地面时，两脚之间的距离要短，这样可以缩短步幅，加快跑步速度。第三，前进。将后腿伸直，指尖朝下，朝地面施加推力，让腿离开地面。此时，另一条腿的脚跟着地，重复上面的动作。掌握正确的姿势是学好跑步的基础，您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姿势训练来提高您的跑步姿势。现在您已经学会正确的跑步姿势了，着地、支撑以及前进，享受跑步的乐趣吧。